台铁探讨过出国有这美国籍的罹难者苏瑞北部，今天发表和台铁甲台湾政府的公开批，强调讲卖阁发生悲剧，一定爱对着台铁的法律责任爱追究到底。啊，有哪督促台铁当确定来解决问题，确保民众安全。We appreciate that it be NT$30 million or even NT$15 million. This is no small amount of money.However, this should never be considered an appropriate compensation for our daughter's life.真伤心，讲查某囝苏瑞来台湾做英文老师，煞伫24岁时阵拄着泰鲁国核事件罹难，因为无管偌济赔偿金，拢无法度弥补失去查某囝伤痛。苏瑞爸母初三伫事故发生晚一个月时机，透过立会到三工发表予台铁甲台湾政府公开批。Meanwhile, it is only by pursuing Taiwan's railway's legal responsibility for higher amounts of compensation that there can be any hope of pushing Taiwan Railway to ensure people's safety. 苏瑞爸母特别呼吁，代替应该承担更加大的赔偿义务，而且依法爱纠正，才能好代替解决问题。很多的委员们也都一直在质疑，希望要求台铁能够进行。确实的落实的来改革，但是呢，其实还有很多面向，我们都看到说，从上次的事故一直到现在，还有很多面向其实都没有办法积极来做处理。我不知道我们到底在等些什么。有要求代替爱改善保障管理等的问题，也建议和外部专家组成改善小组，搁引进基层的声音，才避免改革出现盲点。苏瑞家属委任律师是表示，专案刑事部分检方在调查当中，民事部分也继续进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